香港电影发展局就有关电影发展的事宜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提出意见。当中工作包括推广和发展电影业的政策、策略和体制安排，运用和分配用来支援电影业的公帑，策划、协调和推行与电影业有关的公帑资助活动项目，就申请资助的计划项目提供甄选意见，检视电影业的人力和培训需要，以及在社区推广电影文化。加入成为我们的委员，一起坚上场，真发声。